彰化县视障者关怀协会于今天举行顾问团暨情报小作所成立大会。彰化县视障者关怀协会在国际狮子会300D 疫区与彰化县成功狮子会的协助下，为彰化视障者服务创造新的里程碑，为视障者的服务扩充服务量能。这个小作所最大的目的是要在帮助我们彰化县的视障协会的朋友，能够给他们能够自力更生，为自己未来的一个学习一技之长，可以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感谢狮子会还有很多善心人士的支持下成立的顾问团，谢谢，谢谢大家，张世贤有你们真好，谢谢。我们视障协会这些需要受训的小朋友，需要一个稳定而且长期能够的工作来训练他们，所以说今天我们陈通会长在我们黄嘉玲理事长的协助之下，共同来成立这个小作坊的一个创暖的地方，能够让他们有学习的地方，在他们往后的生活的日子里面，得到有一个可以工作的机会，以及正常工作生活的品质，能够造就他们在人生的发展当中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所以说，我们陈锦松创团长特别要把这永续的这个小作坊持续下去，所以他特别提供他自己的工作地方来永续来受训，让我们这些小朋友能够得到合适的生活正常品质。所以再次的感谢我们陈锦松校的创团长以及他提供的地方，还有我们曾梅珍夫人，还有我们黄嘉玲这么辛苦的来成立今天这个创团这个成立大会，感谢各位，也希望我们社会大众看到这个视频，能够多多来支持响应，让我们这个团这个小作坊能够持续的往未来需要帮助人做继续的服务，感谢各位。我们这里是彰化县视障者关怀协会，我们小作所的用意主要是来协助我们的视障者让人自力更生，然后我们可以来让他们学习，然后出去义卖，然后让他们能自我生活能充裕一点。对，在这里工作可以学习到不一样的技能这样子，然后也可以增加额外的收入这样子。对，然后也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然后在跟大家一起互动。大家开座的时间，请代表新园区林助手开座。各位，顺便上台。对，你等一下拿去。好，我们第一期准备在这里成立，希望咱大家有缘来这看看嘞，来个这囡仔鼓励，阿妈希望咱每一个善心人士展现你们的爱心。善心真正不是有钱人在做，是有心人。彰化人彰化市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